中站开车后沿着十五号公园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、西渡、宜兰、罗东、花莲等站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列车欢迎下站是后援站，各位乘客后都会将行李装好，转交代驾。其他座椅上不用担心，大家都在那里等候，才能够坐上车。
铁三号车库至达板桥站，从完成停车量比较到港九站，要往丰原板桥间中途各站的旅客，请在丰原站换车。